由新加坡眼科协会和渣打银行合办的流动眼科诊所开幕，接下来将到养老院、社区中心和住宅区为年长居民做眼睛检查，方便行动不便的年长者。诊所早前已经试运营两次，为400多人做了检查，检查主要是针对老花眼、白内障、青光眼等眼疾，预计到了2016年将有1600名年长者受益。